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报，我是唐杰安，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。傅立雄表示，泛公股银行用华为设备要避开敏感资讯。淡海轻轨试营运，沿线房市看涨。大陆上下游产业全数减产，聚酯价格回升。再生能源趸购费率听证会25号登场，官商攻防战将上演。来关心台股。台股今天开高走低，电动车散热模组与电竞族群受惠于题材面加持，股价持续带量上攻。矽晶圆股价表现相对弱势，集中市场盘中小跌9点。法人表示，本周为台股封关周，加上适逢耶诞假期，外资放假去，本周将由内资、投信、自营商撑场，具备题材面的中小型股，渴望在资金挹注下成为盘面亮点，提供给您参考。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。日月光投控旗下日月光半导体及细品精密各自完成 5G 局段及中段相关产能部件及认证，并且分别拿下高通明年 5G 相关晶片封测 CSIP 模组订单，高通希望明年上半年可以进入量产。行政院主计总处调查，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逐年提高，制造业营收高达37.4%，来自三角贸易。不过5年来升幅缩小，这也显示产业空洞化的速度渐趋缓和。美国股市本周正式进入圣诞节假期，美国政府部分机构仅关门。美国财长与6大美国最主要银行家进行一连串电话会谈，分析指出，政府局部关门对美国经济的实质影响微乎其微。三星近期告知客户供应商将从4月份起分阶段关闭1座8.5代厂，这间厂房主要生产79寸和55寸面板。随着产能转换，三星电视面板出货量估计减少将近1000万片，渴望舒缓2019年面板严重供过于求的压力。面板价格有机会提前在3月落底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好，再看到。空污成为多国政府的烫手山芋，而台湾要祭出碳税来降低空污排放吗？对此，财政部说方案没有成型，环保署今天则说这只是选项之一，必须各部会都达成共识。汽车、工厂、火力发电厂排放的废气让空气品质日益严重。环保署18号就指出，财政部将在2020年前提出碳税以及能源税方案。不过，财政部却指出方案没有成型，因此没有实施的期程，明年也不会延议，等同直接反驳了环保署的说法。到底是碳税、碳汇，还是这个温室气体的一个管理费，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费用啊，这个都是一个选项。我们到底要走哪一部分？这一部分到2020应该是会做这个做这个规划，但是必须要等到各部会有共识以后，我们才会去推了。自从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，碳定价变成了各国讨论的话题，而碳税就是现阶段常见的碳定价方式之一。而针对9合1选举公投案中的火力发电厂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%，环保署则表示，电力业从今年6月左右已经开始局部的盘点。我们也跟经济部已经有达成共识，在2025以前，这几个电厂都必须要完工，这个是我们已经有达成共识。那也是在2025以前，大概可以从现在的排放量的10万吨降到6.5万吨，也就变成要削减掉3.5万吨的一个排放量。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则表示，火力发电厂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%，对改善空污的效果如何还有待验证。不过他强调，发电量能与空污排放量脱钩，可以兼顾供电稳定以及环境保护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曾英豪、赵廷宇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。彭博社，美国民主党拒绝川普边境筑墙预算，联邦政府被迫停摆，可能持续到明年初。金融时报，涉嫌国家基金投资贪腐案，高盛被马来西亚求偿75亿美元。华尔街日报，亚马逊等网络公司营收来源交代不清，美国证交会要求说明。日本经济新闻，戈恩以促销费用的名义转账熟人16亿日元。如果换水龙头像换灯泡一样简单容易，会给居家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新体验呢？今天的产业直观带您看到，
台湾制造拿下美国匹兹堡发明展金牌奖的快拆式感应水龙头。对好卡榫，轻松转四分之一圈就能安装好水龙头。省去开关的双感应式设计，能操控瞬间出水或延长出水时间。台厂自主研发设计，让换水龙头就像换灯泡一样简单，大约五秒钟就能换好，因此拿下美国匹兹堡发明展的金牌奖。经过我们统计呢，节水也可以大概45%到60%左右。双感应的话呢，是在侧边呢多了一个感应器。那这个感应器呢，每间隔感应一次的话呢，有2分钟的延迟。这个对于家庭有长辈、儿童常常忘记关水的话，是非常适用的。为确保水质，越来越多的民众避免选用含铅水龙头，顺应潮流趋势，台厂选用无毒无铅的 PON 塑钢材质作为水龙头内部水道，并通过美国加州饮水无毒无铅等多国认证，受欧美热欢迎，红回台湾。它五彩缤纷的颜色非常适合于空间设计上调配做使用。下一个阶段我们计划研发富有 WiFi 功能的水龙头，那可以跟云端的网络做连结，那可以在单位时间里头呢统计出水的一个总量，那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分析呢水质的不纯物质，来替我们的家人呢的健康做把关。面对智慧家庭未来发展，台厂要将智慧感应式水龙头提升到联网功能，让水五金设备达到智慧化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曾豪、李晶晶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带您看到明天12月25号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。台经院12月景气动向调查报告，高雄市长交接，欧美金融市场耶诞假期休市，以及日本央行公布12月货币政策会议备忘录。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报，我是唐杰安，我们明天再见。